看动画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言字旁，言就是说话，所以我和说话有关，快来和我一起学习带有言字旁的字吧。言字旁加个人，认识的人才开门。言字旁加个知，认识才是有学识。言字旁加个上，车上应当把座让。言字旁加个舌，说出的话要负责。言字旁加个己，以身作则要牢记。小朋友，还记得刚才我们学了哪些带有言字旁的字吗？认、识、让、说、话、记，就是它们，你记住了吗？